上海直击 Sony World EZ， 完不任滑意识 U。屈比特 To World World EZ 啱啱先上画，估唔到上海呢边 Sony 都开咗场 World EZ 发布会，主角就系佢啦，全民中最巨芒手机 Xperia EZ Ultra， 6.4 寸全高清屏幕， 6.5mm 机身厚度， 212g 重量，成部机真系靓仔到冇朋友啊！咪以为佢一味玩大芒吧，呢部 EZU 仲加入咗最新 Xreality for Mobile 超高解像技术，所以佢显示嘅画面会经过特别优化 ，detail 位会精细好多噶。EZU 个 mon 仲有一样好特别，就系、是、除咗对应一般触控笔，连铅笔、原子笔都对应得到，好似系个头尖尖，唔会遮住你画画之外，最重要系唔使你几百蚊买支笔，揸落又顺手、哦。同场加影，仲有呢一只 Smartwatch 2， 屏幕设计四四方方，好明显系抄上代嘅设计。不过佢仲系全球首款支援防水同 NFC 功能嘅智能手表，唔介意佢个 mon 细，仲可以用嚟上网 check email。同 EZU 一样，今年第三季就到货啦。